你送？啊，阿五，我甲你讲哦，我来讲偷摕200块去啊，是真实啦。人摕来，囡仔，你要买啥？钱呢？你会使赌一口嘛，袂使赌两口嘛吼。洗两领衫，洗几波。阿乖，孟车哦，你来哦，上拄啊好。我吼，昨下偷摕200块呢。有影无影？哎呀，有影啦，我袂骗你啦。啊，阿舅哥好哩。好啦，这天王金提车转。免啦，安尼都有啊。你有帮他们买参考书吗？其实像我们现在的这个联署活动，就是能够希望不同的版本的教科书，他们彼此有良性的竞争。其实虽然这些教科书他们之间只有5%的小小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就可以造成很大的改变，可以让出版社之间有良性的竞争，这样子教科书才会越变越好。如果只是像过去那种一纲一本的教育方式的话，那我们只是在走回头路而已。像以前那样有什么不好？只要读一本，多简单啊！阿姨，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刚说你有两个小孩，对不对？是啊。那你会希望他们将来长大之后要做什么？他们兴趣在哪里啊？照着他们的兴趣走啊。阿姨，你讲到重点了。其实多元化教育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提早的让小孩们他们知道自己的兴趣在哪里。阿姨，这个资料你可以参考一下。像我自己以前也是啊，我一直到大学之后我才知道，什么这么多的多元教育。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这房子啊，是专门为三代同堂所设计的。你想想看，你可以跟你的孩子啊，跟你的孙子啊，很亲密的住在一起，而且还可以有各自的空间呢。我们隔壁还有专门为四代同堂所设计的，你也可以参考看看。五个十户了，你给我请看麦。无啦。无，你是不是这少年嘛，这么亲密哦？有啦，十趴。啊，有啦，起来，起来。哇，这吼，五块十块，拢700块奖。啊，一百奖。我明天去阿妈家，后天晚上才回来。嗯。我也都几位吧，放冰箱。你要吃多少，弄多少出来，弄热就好了哈。你不要吃那个卤肉了，夹到要吐。全让你吃，还有你嫌哦。好啦。我今天去医院看到你那个高中同学林建国啊，以前他常来我们家，现在没联络了。他要叫你吗？没，他没有看到我。他结婚了吗？不知道，好像有两个小孩了吧？这个哦，生两个小孩了。那你呢？我红包包你都出去了、啊，要加这呢？你工厂要谈我嘞？今天给你买了2件衬衫呢。哦，你又要买东西？还有内裤2件。哎呦，
你不要再买这种内裤给我穿了啦，很怂欸。我怂，以前你爸都穿那种欸。爸，那什么年代的？我现在穿着被人家笑。谁看得见啊 ？Underpants， 就是 under 在里面，穿得舒服就好。Don't underrate underpants。什么意思？不要瞧不起内裤。Underrate 就是看清瞧不起的意思。等一下，念那么快。Pin， U N D E R， U N D E R， R A T E， R A T E， underrate，我有时候都会 under 靠。什么意思？在一片乌云下就无助了。Under a cloud 啦。Under a cloud， under a cloud。那你要记得带 umbrella 啊。无聊。我再教你一个字。嗯。Under table， 什么 ？Under table， 不正当的。Under table， 不正当的。阿妈都在做那些 under table 的生意。假掉，我吃饱，阿妈吃。好，你这查囡仔这尼啊娇惯哈，人家要给你吃，你搁唔吃，偷坐你，这尼啊排斥，我叫你吃哦，你搁拄我吃，你知哦？外孙哥，我想要吃好味，气死！换被单，我上个星期才换呢。是哦，没有觉得有点味道。啊，蓝色那一套床单呢？在我房间啊。你帮我拿来。干嘛换蓝色的？蓝色可以帮助睡眠啊，你不知道？胡说八道。哎，真三穿给我看呐。衬衫穿给我看，如果不适合，明天拿去换啊。哦，好，我明天穿给你看了，好。嗯。要不要吃水果？啊？有莲雾。不用了，我等一下要睡了。嗯。哎，明天早餐煮稀饭给你吃好不好？啊，不用了，你随便买一买就好了。那就饭团还是三明治？随便啦。好，你买饭团给我啦齁。哦，要配豆浆还是米浆？儿子，儿子啊。啊。豆浆还是米浆？随便啦，豆浆好了齁。嗯。哎呀，冰的热的。啊，好了妈，我要工作了，你先出去啦。喝冰的不好，喝热的好了齁。好了好了好了，好，晚安。哦，妈，你要干嘛啦？你不是有蓝色床单？哦。这相片在哪里拍的？是之前联署的时候拍的。这是在哪里啊？在那市政府那边。嗯，嘿，帅，哈哈，哎，人还蛮多的吼。对啊，那次人很多。你谁啊？嗯，没有，公司的同事啊。好妈，我要休息了，你先出去哈。不要等那么晚哈。好，晚安啊。
说你，非常中唔好浪费哦。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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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今天鸡卵糕较袂遐甜，一块偌济啊？两百。夭寿，遐尔啊贵哦！咱遮芳店哦，一块才十块尔尔呢。我要互你食，免你开钱啊！骗笑的，我若毋是安尼欠长的多吼，你是食啥物恁大呢哈？啊，搁通互你读初中啦，碗糕啦，你是咧比别人较好呀哟？安尼，谢谢。迄车偌济钱啊？教会摕的免钱啦。哈，免钱哦。那若安尼哦，会使加摕几本啊？我来去卖迄外卤，一本五块嘛，加赚了一寡钱呢。母啊。迄是咧创啊？烧酒咧，甲透水啦。这私人做的酒，你摕来卖都唔对呢，你搁共透水？哎呀，你都唔捌啦，透淡薄仔水哦。啉了嘛，较袂遐燥，也咪遐加啉一寡。加啉寡，方啉落去到地万不灵啊！目睭青面死狗，你着叫人来关。相公啉得目睭会青面，我是捌听人讲哦，看人放屎会生目尖啦。啊，这一趟哦，我用个加赚了300块嘞呢。小贪，你着软加揽300块。你若真是叫人来关哦，死狗要去甲你报，我敢着搁开你几百万呢。哈？几百万的哦，好啦好啦，那安尼我就莫透水啊啦。就我若吼真正有抓关哦，你嘛莫甲我报出来哦，我来去台里啊食食免钱饭嘛袂歹啊。老板，再加两碗贡丸汤，然后一碗标香菜跟芹菜，谢谢。来卤肉饭，配肉松。吃卤肉饭干嘛配肉松？试试看嘛。更想看你穿这一件，谢谢。是青菜。谢谢。是。不是不要加香菜、芹菜。创啥个你啊？哈！我一挂芦荟倒来种啊，为滴用用也无代志。对啦，那阿娘吼，开工也无代志，就敢那会晓食尔啦。是食到偌济？啊，已经足少起工咧做工课，啊，莫遮敖闲啦。骗笑！开钱啥会要创啥？我咧想讲哦，叫伊人倒做一挂工个哦，趁淡薄仔薪水哦，来喊你小弟哦，咱嘛算较会好。我唔安尼做啦，迄违反人权、违法的代志会罚钱哦。
人家阿婷啊是乡民代表，因家迄个外路吼，咱嘛去做三家人的代志咧。有影无？有啊。我明仔载去查哦，若真实的，我都甲告。母啊，你若做这个代志哦，我赶快甲你告。嗯，好啦好啦，莫遐尔啊歹啦，连恁母啊你也敢甲我告哈？阿婷啊，代志算啊无讲啦，你莫搁再加播啊啦。想来咱台湾趁钱，嘛是真辛苦，做这个代志。下来台湾哪会住？好啊好啊，这久无看你那三个小弟啊。人咧无闲做生意啦。趁钱是真好啦，啊，不过吼，唔当袂记这个母安呢。下人听讲阿婶啊吼，佫娶一个大学水查某。哇，查某水是好啦，啊钱吼莫变面去啦。哦，你哪只搞超烦呐？后过月你生日，因都拢会倒来看你啊啦。宋娘啊，吼，什么时阵会回来啊？好佳，那晚上都回来啊。嗯，你吼无简单哦，才欠一点仔钱哦。花囡仔吼，读书读了了，后摆食了凄惨哦，你。查某囡仔吼，住台湾这是要创啥？哈，叫伊去趁钱好啦。啊，若唔趁钱哦，叫伊嫁翁啦。若唔嫁哦，叫伊出嫁啦。啊，佫好啊，好佳哉，啊，佫有一个后生哦，啊，唔过还袂娶某呢。去果店啦！我听阮大姐吼，等一下吼，我算点算啊钱较减去无？好冰哦！不像你晒成这样。工作吗？为什么不擦防晒？干嘛啦？不要乱动。老师，不舒服。嗯。不舒服吗？嗯。会痒啦！你在干嘛？我会痒，我怕痒。我不要，我不要，我怕呀！不要乱动，我不要，快点！你也怕呀？你干嘛？完蛋！冰我！喂，我妈干嘛啦？门窗瓦斯关了没？有啦，我都关了。你怎么那么喘啊？啊？没有，我哪有喘？还不睡啊？有啊，我要睡啦。对啊，啊，好了好了，哦，好，拜拜。叫什么？喂，不会啊，嗯，大概五点半吧。对啊，好啊，好啊，嗯，好了，好了，拜拜。宋海，你最近土巴拉变型男了。对啊，帅吗？好帅哦！那土巴要不要请我喝咖啡啊？今天晚上。对不起，我约来，没空。你到底是交了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啊？男朋友就介绍给我认识啊，
女朋友的话就不必了。我去喝喜酒，刚回来。我哪知道他跑去哪里呀？最近也不晓得忙什么。就你爸的学生，王德福啊，王叔你还记得吗？他今天娶媳妇儿。我跟你讲，那新娘子肚子应该有了耶。我才懒得管人家的闲事嘞。我是看你王叔叔，我快要做阿公了，高兴的都喝醉酒了嘞。啊，十号回来啊？你刚好来得及给阿妈做生日呢。啊，几点会到？弟去接你啊？弟没空，妈去接你。不累不累啦，嗯，好啦，国际电话费很贵耶，回来再说。给我什么惊喜呀、啊？我什么都不缺，不要乱花钱了。嗯，拜拜。饿了吧？想吃什么？现在。嗯。我差不多要回去了。回去？还这么早哎？先吃宵夜嘛。下次啦，好吧。可是我们晚上没什么吃耶。没关系啊，我不会饿。你不饿，我会饿啊。哦，这样啊，好，那我陪你去吃。没关系啊，送你回去。哎，生气了？不要生气了。好，那你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不是，陪我去印度。去印度？我最近接的一个 case 是去印度拍照。真的假的？而且我们也整整单独相处十天哦。十天？不行啦，那我妈怎么办？哎，你都快三十岁了，还这么放不下你妈？那，不然我们带他一起去啊？你疯了？怎么可能？你迟早要让他知道吧。当初被我爸抓到的时候，我爸还是气得把我赶出来。他不想见我，
可是我脸皮厚，还是三不五时常跑回去看他。时间久了，不知道他忘了儿子是 gay， 还是感觉 gay 儿子也没什么不同，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我们家情况跟你家不一样。没关系，我帮你。不管怎么样，我们一起面对。干嘛等我啦？我哪有等你啊？干嘛睡在这里？睡不着啊。你感冒怎么办？你姐要回来了耶。真的？什么时候？十号下午会到。你有没有空？你没空我去接她。好，我去接她。嗯。你进去睡了。你才进去睡耶，明天要上班的人这么晚才回来。赶快去睡啊。好啦，啊你嘞？我现在睡不着了。哎，不管你。你别在那边睡着，等下感冒了。哦。不会的。好啦，我等一下就去睡，哈。亲的，对呀、啊，太太，这房子好在哪里哦？
房子的状况不用说啦，用看了就知道。我再告诉你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好处啊，下个月隔壁也要卖，你一定懂我在暗示什么啊、哦？那就是你可以买两间啊，买两间干嘛？对啦，买两间打通啊，变一间。又不是买锅子，哪买得起两间？那如果是这样哈、哦，我建议你把原本的卖，来这边买这两间。儿子、媳妇、孙子住一间，你和先生一间，美满吧？啊，不然你回去问问看你先生，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先死二十年了，你不要都咒住我了。宋太太，你一个女人这样好勇敢哦。那我觉得你更应该来买这两间，你一定懂我在暗示什么，对不对？啊，你的心又笑了。对呀、啊，打通就是这样，大家都离不开你了。房子关得了孩子吗？好啦，谢谢你，我回去跟孩子商量看看。宋太，如果你有什么事情想找人商量，不管是不是房子的事都可以，随时可以找我。谢谢，改天我再带孩子过来看，谢谢你啊、哦。谢谢谢谢，不好意思。宋太，要不要我开车送你？你到哪？啊，不用了。儿子、啊。嗯，你待会电脑借我用一下。哎、啊，你开局都不会，你要用电脑干嘛？你教我就会啦，我要学上网。上网？嗯。你要上网干嘛？交网友。无正经的你。谁、嗯、呀、啊？是要收管理费吗？你是？啊，这是我们基金会外聘的摄影师。宋妈妈你好。你好，你好。这是你明天要用的相片，先帮送来。哦。啊，谢谢。那我明天到公司的时候。还专程送相片来哦，真不好意思麻烦你。来来来，里面坐。不会麻烦了，宋妈妈。刚好经过，而且手机没电，没有通知就上来了。没关系，我们正在吃饭，你吃过没？我不饿。待会肚子还是会饿啊，跟我们一起吃啊！我去拿碗筷哈。宋妈妈，真的不用麻烦啦。不麻烦。妈，人家等一下还要赶着交稿，我怕他会来不及了。这么急啊？那就赶快吃吃，再去交稿、哦。宋妈妈，我已经交稿了。哦，那更好啊，那就坐下来慢慢吃啊。来啊，坐啊，真的不要客气。怎么称呼你？我叫陈正凡。哦，陈先生啊，来来。宋妈妈，叫我小凡就好。哦，小凡啊，来来，真的坐下来吃哈，不要客气哦。坐下。谢谢。儿子啊，你过来坐这边。好。不好意思，我想先借个洗手间。好啊好啊。洗手间是开关是上面的。我看过他吗？应该没有吧，我跟他不是很熟。不是说没电了？
你自己去过几次，你自己也可以知道。对啊，对啊，不用太客气。有时候骂他们，他们也就很差，就让他们才听得懂。我是去第一次去北京机场的夸张，我们去的时候，我们餐北京机场里面餐厅用餐嘛，然后想说机场里面，结果太夸张了，小姐知道吗？叫，对。累不累啊？还好。这是小班。你好。有我姐。我车停那边。谁的小孩啊？叫啾啾。啾啾。要怎么跟妈说？你为什么不先告诉我？把家人当什么啊？她是我女儿，叫阿妈。阿妈，嗯，你结婚了？太过分！
要生气吗？让你出国念书，家里的事都不用你管，这个家你爱回来就回来，不爱回来就不回来，给你那么自由，为什么要搞乱七八糟的事？我不是故意要气你的，没有说是不想让你担心。不想让我担心，干嘛还要带回来？为什么要做不要脸的事？什么叫不要脸的事啊？我生了个孩子，只是没结婚，你也生孩子啊，只是你有结婚，而且你结婚的时候阿妈也不同意啊。到底要我怎样？教会也不敢去了，难道你要我连门都不敢出了吗？我知道你一定没有办法接受，可是我生孩子并没有错吧？婚姻是另外一件事情，人不一定一定要结婚的。你少说两句好不好？给你读那么多书，是要你回来对付我，瞧不起我的是不是？你做什么事情都有道理，我就一定要接受吗？我不要再看到你。早知道我就不回来了。不要生气了，姐，他不是故意要气你的。
不用上班啊，还是都要回来让我养啦。今天没什么事啊，请了半天假。你一定很烦，要怎么跟阿妈说？别回去啊！我跟杰讨论过了，杰他会自己打电话给舅妈。你知道舅妈她大嘴巴，然后又爱乱讲，又让他去讲啊。我们回去的时候，阿妈就已经知道了，她也气过了，你就不要担心了。你怎么不爱做一个让人会懊恼的事情？阿妈念我都念几世人了，给你们太多自由，才会让你们连那最基本的社会道德都不看在眼里。哎呀，这不是社会道德的问题吗？只是观念不一样啊。你们要怎么过活，要有什么癖好，都离我远一点，后果自己去承担。好了，妈，我们自己会承担了，可是我们也不会离开你们。会当甲恁请大汉，伊袂歹啊，莫讲安尼凌迟我。好啦，不要生气了。你姐是有拿到文凭吗？有啊，她是真的有拿到啊，她干嘛要骗你？你不要乱想。对了，妈，小凡他有车啊，所以我想请他载我们一起回阿妈家，好不好？干嘛去麻烦人家？要坐你家己坐啦。再不用脸去给自己啊，也没完没了呀。你别再给我吵。像你是什么型的，流里流气。再次，简单，是。啊！啊！救命啊！救命啊！不见了！要出去了！哎呀，你竟然打我，看我咬你一口！家己会回来啊！哇，你嘛买遐尼济哦！
阿妮，来，放冰箱啊、哦。阿三妈要等到什么？未啊，伊就讲哦，到机场会扣分啦。要用哦，今日是要害我有人看笑过啦。做啥物生意，笑破人的厝。无啊，你也坐啦。什么款人就生什么款的查某囝啦，一个比一个较唔正样啦，未见笑，还敢倒转来？什么囡仔出国读书哦？读什么书啊？愈读愈济，读到啥物啦？还袂嫁人就咧生囡仔，规日做趁食走好啦。讲话一点这歹听，我的囡仔我家己管教，十年阁歹哄胎，怪个人坏。哎、欸，你看，我面子写到了呢，伊哦从少年就甲去台北嫁一个外省仔弟啦，害我带这样笑死啦。啊，即卖哦，因查某囝哦，甲母子出嘞，我哪会这么歹命啦？母啊，莫生气啊啦！啊，什么甲因某哦，一定到机场啊啦。凊彩啦，带只过嘛，无要紧啦。哎呀，歹势，那唔叫我过者，唔紧嘛，我过者。听说你有钱。叫金宝。嗯。爱叫故宫。故宫。叫阿姨。嗨。你嘛叫阿姨。阿姨。嗯。故宫。故宫。金宝。金宝。
给我坐。阿舅。给我坐。坐。给我坐。阿舅。阿舅。啊，先等吃饭阿妹啦。阿妈，阿妈到了，紧来，紧来，紧，紧来吃饭，紧来，紧来，紧来，紧，进来，紧来，紧来。阿五，啊，来啊啦，你的物件提出来啦，来啊来。你回来啊？嘿，大哥，嘿，大哥。嘿，我来介绍这个某啦，阿红。母啊，怎么都来看你嘞，母啊？生日快乐，嘿。啊，这我带着出来好，阿红啦。对啦，母啊，哦，这是。阿母，生日快乐！这是我孝敬您的，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哇哦，祝你这生日快乐哦，有好礼啊！生日快乐，介绍一下，二嫂。二嫂好，很漂亮。二嫂才漂亮呢。叫大姐。大姐好，大姐看起来好年轻。哎呦，好可爱的小孩啊！嗯，哎，一定是你的吧？啊，不是，不是啊。舅，这是我女儿。啊，阿弟，哇，你还这高啦，足够吹的呢。哎呀，这看起来像是个混血儿啊！哎，你也是个混血儿吧？我不是，本省外省混血儿啦。啊，这个家庭好国际化呀！改明儿我们也来生个本省混外省的混血儿，好不好？妈，你说好不好？我这人可恶。妈说什么？为什么要回来？在那里混不下去了。其实要继续留在法国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心里总是觉得不踏实。这样的小孩留在那边不会比较好吗？或许比较好吧，可是如果你没有接受，我心里永远会有遗憾的。
任何人的眼光我都可以不在乎。妮娜要面对没有爸爸的问题，你想过了没？我小的时候也被同学问爸是爷爷吗，结果揍他一顿。你嫁给爸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这些吧？你哪会让我为他赌哈？那个男人怎么了？干嘛跟个黑人？黑人又怎么了？人不就是人吗？我发现怀孕的时候，我跟他已经分手了。你没叫他负责？我自己的小孩我自己负责。个性不合，再怎么相处也不会有好结果的。你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你自己都带着两个小孩走过来了，你可以，我为什么不行？明年他会来看小孩。你卖出来，等来出哦。我不想看到那个男人。妮娜一岁的时候病得差点死掉，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那个时候我才能够体会到你的心情。有了小孩就有责任，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后果，别这样每项事情都想到这么简单。你也不要老是把事情想得这么复杂嘛。我想得复杂，你看你弟多单纯，可是他的感情呢，不复杂吗？我越来越不懂你们的世界了。你知道了，恁是我听北东生的，你们有什么事我会不知道？我能怎么做？再回去再生一次吗？我们就喜欢当呢。或许碰到好一点的女孩，她会有机会改变。你妈今天抱着妮娜的样子，真的很酷哎，好像带着武士刀的袋子啊。你不要看我妈这个样子哦，以前小时候啊，学校老师打我，她还跑到学校去找校长，害我后来都不敢去上学。你妈真的很疼你。我想你应该试着跟她讲讲看，说不定她会接受。我不会告诉我妈的，她已经承受太多了。
只要他不要一直逼着我结婚就好了。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没有用？慢慢来，至少我没有逃避你的心象。曾经有想过，可是我没办法逃避你。我也好想像你妈那样，抱着我们的小孩。如果你姐不要妮娜，给我们好不好？她怎么可能会不要啊？而且，你不在意我们的小孩黑黑的？黑黑的也很酷啊，像我想晒都晒不黑。妮娜，妮娜，妮你给阿嬷找了你。我算是好好好。宋慧慧，张老师，好巧哦。对呀，你呢？叫阿嬷。阿嬷，乖。哇，眼睛好大哦。长得有点像黑人呢，谁家的孩子啊？我叫宋玲的。宋玲的，她结婚了？怎么没请我喝喜酒？她没结婚。这样啊，你们家还真心潮哎。你看，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哈，改天再聊喽。好好，再见，拜拜。乖，乖呀。嗯，走，走。Mm-hmm.
走楼梯要小心哦。哎呀！哎呀！哦，你听我讲哦，即摆有一种美白牙膏吼，你去买了恁查某孙仔抹，抹抹就较袂遐乌啦。哎呀，你莫插嘴啦，反正乌就歹啦。我甲你讲哦，我明仔载要讲哦，宋玲啊吼，叫一个有钱法国人啊啦。啥物我咧碰风咯？你面子毋顾，我搁要顾咧，气死人！啊有人摕钱饲囡仔无啦？嘴巴微微打开，吐掉，很专心，很专心。妈妈，你们小朋友是哪一个？那个，那个。爬楼梯的时候，其实你身体要变成一个圆圈圈，停。我的妹妹是那个。手再拉长一点，手往外延伸。好，又开始动。第一次看到你这么亲切，我本来就很亲切啊。我好不习惯。托儿所就在前面，大概在十分钟就到。那里空间够不够？妮娜那么好动。去看看就知道了。哦，你还穿制服嘞？你记不记得你那时候去面试，人家要你穿制服，你还骂人家？有吗？有啊，我忘了。你说什么穿制服的公司哪有什么创意？凶的嘞！现在还嫌东嫌西的话，妮娜怎么念得起幼稚园啊？我可不想增加妈的负担。哎呦，总算说了一句像做妈妈的话。现在可是清心寡欲哦，生活里不是老人就是小孩，我又怎么样啊？你爱去哪里就去哪里，要勇敢一点，不要老怪家里拴住你。知道了。我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照顾妈。好啦，啰嗦。要记得带礼物回来给我们啊！啊，我最不会帮女生挑礼物了。要不然你跟我说你要什么，我直接买回来，好不好？帮妮娜找一个爸爸好。啊？你知道印度人太帅了，那个眼睛有电的，会迷死人的。有这样一个小孩。哦，嚣张！妮娜很棒啊，然后这个会不会做？然后晚上，来，还有这个会不会？再来这样子下去，往前打拳哦，来打拳，要先这样子。妮娜，打拳，一，快点，二，三，往这边。
嗯，那个减10块呢？